夏天到了，我们坐着也不要有小肚腩。今天我们用瑜伽球来练腹，把小球放到肩胛骨的中间，把上半身撑起来，减轻脖子的压力。而且为了小球不移动，核心就要主动去收紧发力。胳膊举起来，哑铃，今天用的东西比较多啊。向下压哑铃的时候，腿把大球移动过来做卷腹。今天的速度就是要慢，因为要牢牢地控制住你每一块的肌肉，所以我们就不计秒了。如果要是计30秒的话，做不了几次。我们统一每一个动作做16次。向下压哑铃的时候把气吐尽，你要控制两个球的平衡，所以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能练到的。比如说腿的伸直和卷曲练习到了腿还有下腹，胳膊的下压练习到了胳膊还有上腹，身体要保持稳定以及动作的协调，又练习到了深层的核心力量还有左右的肌肉平衡。所以要多做这种复合的训练，不要只盯着瘦胳膊瘦腿。好，然后我们的腿还是做同样的动作，把哑铃反过来，然后向上举，练习肱三头肌和肱二头肌，还是做16次，动作比较快，每一下都要做到位，以及保持身体的平衡和稳定性。球每拉回来一次，都能练习到下腹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用膝盖和手抵住球，把球举起来，先伸直左腿右胳膊，恢复再伸直右腿左胳膊，大球在上方要稳稳的不要动，然后左右交替做16次。这个动作叫死虫式，你们看像不像一个虫子临死前的挣扎。这个动作是修复腹直肌分离最好的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呢，你可以伸展的时候吐气，因为吐气的时候你的腹直肌是会向下压的，要是控制不好，你吸气它会向外膨出，知道那种感觉吧？然后你整个腹直肌每向下压一次，它不就是在修复吗？就像拉链你把它闭合了一样。腹直肌、腹横肌都练完了，我们侧过来练腹斜肌。来，我们左手按住球，右腿伸直，腹斜肌发力，去把球来回推。依旧是动作比较快啊，把球推远的时候，让身体彻底的舒展开，但是要始终面向前方。16次之后，我们换到另一边。
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坐到球上来一个卷腹，起身不需要太高，把上腹卷起来就可以。这个是最后一个动作了，如果要是你可以的话，你可以多做，比如说做个50次，前面的就不需要重复4遍了，然后再来拉伸。然后顺势向后躺，把腿伸直，拉伸腹部，还有腿，还有胳膊。